到底谁才是世界之王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，放眼观赏中班小朋友带来的 Who is the king of the world?
Yes, Jesus is the King of the world. 上帝的创造是。也能改变世界，愿神祝福月幼的小朋友们，小小的梦想能大大的实现。家长们，让我们一起再给他们大大的掌声。2018年。是我在你的世界里，那再到处的有你的手。
准备。
那吴老师，吴老师的班哦。上帝看到了这一切，对人类犯下的罪孽，心里十分忧伤。上帝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，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消灭。在罪孽沉重的人群中，只有挪亚在上帝眼前蒙恩。上帝认为他是一个义人，很守本分，于是上帝拣选了挪亚一家作为新一代人类保存下来，并要告诉他们要用洪水施行大毁灭，要他们造一个大方舟。造一个大方舟。
所有的活物无一不死。挪亚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家人都要进入方舟，凡地上的动物你要带上一公一母，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一公一母，这些都可以留作将来在地上生殖。
40天，凡地上的活物都死了，只留下方舟里的人和动物安然无恙。方舟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汪洋中，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但遍地都是水，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。过了7天后，再把鸽子放出去，挪亚看见鸽子叼着橄榄枝，就知道地上的水开始退了。又等了7天，再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。挪亚就知道地面上的水都已经干了。全家和方舟里的所有动物都从方舟下来了。后来，人们就用鸽子和橄榄枝来象征和平。让我们再次给他们大大的掌声。彩虹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，说明神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。